青日逐春，暗香秋深，寒翅氤氲，并剪影千尘。若夜风乱了回眸的分寸，难舍的缘分回不过身。白玉郎青山明人，月马绝尘，白青鸾轻拂悲欢无憾。将所有心事留存，用此生单纯陪你领略这一世缤纷。看见碎青丝拂心弦，时光写不下思千载凡尘里留恋，至少能与你并肩。顾盼千岁沧海变桑田，相恋似水一青年，与你长伴世事的缠绵，跨越山海的誓直接把我从先王府里提溜出来，说让我做什么陪嫁的丫鬟，跟在成亲的教宗后面，他们也不让我去找你。他们说你在等法。小条，我都知道，知道。姑娘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听说那个白大人脾气阴晴不定，很难伺候的。别担心，咱俩保住小命，然后再想办法把我爹救出来。姑娘你放心，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，你让我往南我绝不往北，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小条，我会努力的。大人，原来如此，那这事就好办了。什么好办呀，姑娘你说什么。走。以后再这么毛手毛脚的，自行去领房。属下失职。哎，大人，让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？这陈永友呢，半年前才来的抚仙城，以前呢就是个混江湖的丫头片子。混江湖？是，他很小就离开了家乡，四处漂泊。不过我已经差人回他老家打探了。听清点。遇到什么事情随时汇报。大人，虽然现在陈悠悠底细清白，不过那日在净室房，他毕竟差点撞破了您的真身，还目睹了那个内官被处决的全部过程。把他留在府上，恐怕他谎称内官是刺客，肯定是怕此事引来杀身之祸。还挺聪明。您说我要不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他讲清楚？我怕损了大人的清誉。不必。您是想借此事震慑陈悠悠？他是个聪明人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来白府，肯定不敢乱动。如果他有所逾越，那就让他消失。是。姑娘，今天你从城里东边跑到西边，又从南边跑到北边，你这刚歇几下吧，
东边又有人说找姑娘。小条，说重点。嗯，给。这苹果是贤王府管家送的。陈悠悠，你今天很得意啊，又是闹城主府，又是做对食，最关键的，你们毁了本王的脸，我还没找你们算账。王爷，我要是告诉您解决的方法，您能不能饶了我爹他们的性命啊？他们的命就看你的表现，想尽办法讨白丽开心，时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陈悠悠，记住，想要你爹活命，一定要打入敌人的内部。谁？陈悠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投你所好，博取信任。大人，我这就来为你宽衣解带。大人，你我二人之间就不用这么见外了。陈悠悠，你吃错药了。大人别这么说嘛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想啊，咱们认识也是缘分一场，我就是想跟你多亲近亲近。出去。程佑，程佑，你好大的胆子。大人是不是习惯让顾总欺负是啊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就是想让大人开心嘛。满嘴胡言乱语，成何体统？大人，既然现在你我已经成为对食，那很多话我就开诚布公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对我心存芥蒂，咱们这个婚事来得突然，我们二人都很难接受，但现如今我们处在同一屋檐下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对大人好的。这出戏你在城主面前唱过了，就不要再唱第二遍了。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跟我结的这桩婚事，但我警告你，别被我发现，否则你知道什么后果。大人严重了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呀？我大人，你不是说要为我宽衣吗？来吧，来就来，谁怕谁呀？这女人难道不害怕？我猜错了。她刚才不是在试探我的底线，而是要来真的。明明有贴身侍卫，还装模作样。我就不信你敢对我怎么样。我平日里最见不得油嘴滑舌、油腔滑调的作风，这当作是你的惩戒。惩戒？你有没有感觉到浑身发热、心跳加速？哦，
这是一种特殊的毒药，刚才毒虫已经进入了你的身体。你对我下毒？我可是城主亲赐的。放心，这毒虫不会要了你的命的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，中毒之人不能说谎，人一旦说了谎，就会心跳加速，它就能感应到。所以你一旦说了谎的话， 你就会被噬心而死。你少吓唬人了你！我走南闯北多年，没听说过这种毒。那你可以试试看啊。慢点，姑娘，这办法真的能行得通吗？ 只有到虎宝玉了。陈姑娘，你姑娘，顾总琴，你别误会，我家姑娘不是看见你才吐的。姑娘，你要是想要解药的话，其实可以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了。你有解药啊？ 我没有，不过我有两条路可以给你选。第一，签下这份和离书，离开白府，自然就可以得到解药。我是不会和大人和离的，你说吧。第二，哼。第二嘛，你得吃点苦头啦。 姑娘，扇子，扇子啦！对，姐姐香呢？哎，这不是千岁大人对食吗？是啊，这都跑多少圈了？对呀，这挺机灵的丫头，可惜啊，嫁给那个连男人都算不上的主儿，这刚过门就被折磨成这样子。 可惜了，是啊，可惜了。姑娘，多少圈了？还不到一半。这解毒方法怎么比下毒还狠呢？顾总琴说了，姑娘，你得用这汗水把这方帕子完全浸湿了，得滴出水来才能将毒全部解干净。姑娘，加油！来来来，给我来点，我要这块，我要这块。这个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来，我这边看。姑娘，你们多少钱？ 小王爷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。别着急，总会有人来的。来，往这边看，过来看看嘛，这边没有钱。哎，姑娘，试试点心可好？哎，去。 姑娘，不要钱的。姑娘，哎呀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姑娘，不行了，跑不动了，姑娘，跑不动了，别干扰了，姑娘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尝一块吧。 好吃，我还要吃肉馅走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快跟我说说，好吃在哪儿呢？我都自身难保了，你问别人去吧。等一下，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？姑娘，你说我做的糕点很好吃。没错，实在太好吃了。啊，难道他是骗我的？ 算了算了，你做的实在太难吃了。你不如加点酸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水果粉之类的。
以毒攻毒，说不定更好吃，颜色也更好看。以毒攻毒。说好的五两银子呢？快拿来！夫人，夫人，你说这怎么才坚持了一个时辰啊？千岁大人的手段你还不知道吗？快快快，拿钱拿钱！我这衣服沾了血也不好看，而且我也撑不到一个时辰。算了算了，惹不起惹不起。什么惹不起啊？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大人。哦，我准备去给大人送糕点的，是吗？大人，这糕点凉了，不好吃，我去给大人做新的。我就喜欢吃凉的。哎，大人，怎么？这几个糕点我自己随便做着玩的，肯定不好吃，我去给大人做更好吃的去。那你吃。来，啊，张嘴。大人，他疼了。剑不好，你不是说想让我开心吗？啊，那我给你个机会。是，你亲手做的糕点，可不能浪费啊。啊，手把住。还不快过去！我记得你和我说过，只要能让我开心，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做。如果你害怕不要紧，我从来不会强人所难。大人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若是你不愿意。何丽叔啊，陈悠悠，你想待在我身边没那么容易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陪我练剑，要么自己离开白府。我看你这么机灵，应该不用我教吧。顾总奇，你这个何丽叔怕不是量产的吧？哎呦，大人。你这就跟我见外了吗？不是，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从见到大人的第一眼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这辈子一定要嫁到白府，而且我都跟大人保证过了，此生不在大人面前说半句假话，我得说到做到啊！要不是身不由己，我巴不得立刻签一百份和离书。如此，甚好。今天不会把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吧？我真应该把糕点做大一点儿。
人，你别闭眼呐！大人，别转头！这都能中吧？我陈友友真是福大命大。大人，大人，您为何要让这姑娘做箭靶呀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终日待在你为我建造的小院里，有些闷，就出来透透气。专门建造的小院，真贴心嘛。你没伤着吧？没有啊，大人就是跟我开个玩笑。你不要理他，他呀性格挺好的，待我待这府里的人一向都很好。是啊，是挺好的。大人，要是没有什么事，碧寒就先退下了。大人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友友就先回柴房了。这一箭把声都给吓变了。大人，这毒药跟弓箭对他都没用。要不然我直接，以免夜长梦多。逼问他来白府的目的不肯说，何丽树放他自由又不肯走，是不是整一些乐曲的行为，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难不成他真是觊觎大人的美色？确实如此。千真万确，这几日我使出浑身解数，他都对我不闻不问的。百里可侍卫，有意思。陈友友，你做得很好。那王爷，我爹他……哎，你才嫁入白府没几日，着什么急啊？你爹我会派人好生照看，你就继续给本王打进敌人内部。许氏书房处理公务。亥时习武，哎呀，我该怎么打进去呢？你来干什么？自然是来给大人送宵夜喽。我没有晚上吃东西的习惯。哎呦，大人，习惯呢都是可以培养的，这都是我亲手做的。那既然大人不想被打扰，我就先撤了。大人，记得喝哦，早点休息。城主，大人他就是这么对我的，我对他满心倾慕，他却让我睡柴房，我的心都碎成了一半。一半。哎，
我真让你去柴房了。听说睡柴房会有老鼠咬耳朵，是真的吗？庄主，何止有老鼠咬耳朵，蟑螂、蛐蛐、蚂蚱。重点是大人他都不与我亲近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辜负了城主赐婚的美意？这简单，你先给我好好说说蟑螂、蝈蝈、老鼠的事儿，这事我就帮你办了。来，大家搬的都速度一点啊，麻利点，东西要轻拿轻放，快点哈！干嘛？干嘛呢？停下！谁允许你们随意进出大人卧房？放下！大人，赵嬷嬷，城主担心白夫人照顾不周，便差遣老身来待些时日。白夫人觊觎大人对食，这同吃同住也是理所应当。有劳赵嬷嬷了，晚些我就向城主学恩。来，继续搬。是。那你便好好住下吧。有城主给我撑腰，我看你把我往哪赶。哎，姑娘。啊，是你呀、啊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等了好多天，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了。等我？是啊，上次分开的匆忙，我都不知道去哪找你。哦，那给你。这是知音糕。知音糕，因为你才有了这个糕点，所以我把它取名为知音糕。我尝尝啊。嗯，果然比上次好吃了很多啊。想不到我研究糕点多年，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肯定，还不是靠我自己。或许真像我叔父说的那样，我不是这块料吧。哎呦，你别这么说嘛，哪有谁随便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人生？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一定可以做到。姑娘，嗯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戚胜文。陈悠悠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小王爷，咱们不早就是朋友了吗？走。大人，大人，陈悠悠，你来干什么？赵嬷嬷吩咐我给大人沐浴更衣。顾天河，顾天河，大人，你不用叫了。顾总旗今天有别的安排，今日就让我来吧。陈悠悠，这里没什么需要你的，你先出去。大人，跟我就不用客气了。反应那么大干嘛？你以为我想干这粗活？要不是铁了心要讨好，犯得着这么豁出去？大人，你说你真是，平时吧对顾总旗好言相待，看到蒋姑娘也是慈眉善目，怎么就是对我，看着我就跟看着鬼一样呢？大人，该不会是讨厌我吧？你管我？啊！你果然讨厌我啊你！我没有。我就知道大人深明大义，怎么会看不出我对大人的一片真心呢？大人，你的手……没什么，陈悠悠，没什么事情，你赶紧出去吧。对，不行，还没到牛奶呢，牛奶。
去拿衣服。我再泡一会儿。陈悠悠，你清醒一点，他可是个太监，杀人不眨眼的那种。冷静冷静。这个有点老气啊。双眼总是把你